我的每一次的新的一篇小说里面都能看到我一种突破。米拉蒂呢是一个群像，是通过米拉这样一条这个女孩子把整个这个她的这个父辈。这帮老艺术家、老知识分子和他们这帮正在成长的，在80年代正在成长的这些年轻的艺术家，把他给牵起来。所以他本身来讲，他跟我过去的创作不太一样，跟什么小伊多鹤啊，他有一个中心事件，有一个中心戏剧核。那么，像米拉蒂就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就是一个基本上是非常散淡的走着说着的那种，但是里面的人物就要求非常非常的有人物个性，如果的戏剧核是很。就是非常戏剧性很大的话呢，你很多东西围绕着它转，就比较容易带得起来。那么现在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戏剧和米拉蒂就是一个，就是他这样的一个，随着他的走动，随着他的成长来，这个展示这样一个年代，对吧？我这个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，在我们国家，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对我来说是一个轻戏剧轻故事，但是重人物的一次挑战，更有时间，因为我觉得是 something got to be a positive about 这次的这个lockdown 对吧？你总得要做点一个，这最大的奢侈就是你真的是不能跟社会在交往了，对吧？然后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其实写了快写，写了中间了，就来了一个就是蜃楼这个，因为这个人他是基本上是量身定做的，他把他的爱情故事告诉我，然后他闯荡南方的这种经历，我呢对闯荡这种人类当中的那种先驱者的精神嘛，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的，包括我们当年华人来这个跨过太平洋来淘金啊，来修铁路啊，对吧？我对他们的经历是特别感兴趣，所以我就写了就是闯海男当时的闯海者的他们的那个故事。其实我倒没有到战地去，我就到战地医院去了，就是野战医院。那当然他们就野战医院也不可能离这个前线特别远，对吧？所以就是我采访到，实际上，都是伤病员，所以我对我的 shock 是很大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使我突然之间一个转身就变成了作家，要不然我也是一个糊里糊涂的，不知道自己想干嘛，将来那也知道舞蹈演员的青春是很短的。那么，不跳舞以后，我倒是想过我可以编舞，因为我很喜欢创作。对，那么我也其实也去学过舞蹈编导。那么这个战争呢，突然之间就把一切都，才发现哦，我命运里原来是这么安排的。有的时候你抗什么也不能抗命啊，这一下子也我写了几篇东西，也还挺有那个什么，就是当时就有我们军区的报纸啊什么的就发表了，然后呢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文章变成签字还是挺刺激的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哎呀，看来我的脑子好像比四肢好使。我自己确实已经开始投资我自己的电影了，那么我觉得就是我能找到一个跟我非常投契而且非常有才华的导演，他叫胡雪阳，那么他也很喜欢我的作品，这样的话呢，他的制作费用我觉得我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我还能够支撑，因为跟人要钱是一个非常非常对我来讲，我是一个非常shy 的一个人，叫我去跟人家去张口讨钱呢，是一个我觉得我这个就不在我的性格里I cannot do what's not in me 就我不能够做这种东西那么如果我说我它的制作比较小，预算比较小的话，我自己可以支撑。那么第一部作品如果卖掉，如果不赔本的话，它还可以接着做第二部作品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就祈求不赔本嘛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支撑我把一步一步的想做的
这种，我用我来讲中国故事，用我的电影来讲好中国故事，嗯，而不是一味的去粉饰太平啊，粉饰这种，对吧，就是当前的这个危机啊什么的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蠢蠢欲动吧，还是想一步一步的做下去，嗯，包括我还有陈冲这样的朋友，这次我们也着重的谈了做一些什么电影，嗯，我们的形象，从我们的生活习惯，对吧，所有的东西都决定了我们是谁，所以千万不跟这个挣扎，嗯，其实这个挣扎是第一徒劳，第二很累，嗯，我觉得我特别欣赏自己讲一口带口音的这种英文，这就是我呀，对吧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独特的这种移民出现的一种方言，对吧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自在的一件事情。当然我是很爱中国的文化，对吧，是我觉得就是一些传统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祖国是我讲的是祖国啊，嗯，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，是个 state， 对吧，嗯，我讲的是一个祖国，就是 motherland， homeland， 对吧，是这样一个概念，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骄傲的地方。我们这个祖国产生过曹雪芹这样伟大的作家，产生过关汉卿这样的伟大的戏剧家，还有很多的画家，对吧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血液，这是我的血脉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是让我自信的地方。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，非常独特的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样的一个人，也从在此之前，也从此以后，我那时候就大概估计他的作品也是很好的，而且我看了一点那个英语翻译的小自传，自我介绍。他不写作了的话，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变的，就是完全是人。可是他的作品是他的人的生活的非常重要一部分，所以这个我也要投入。也这么安慰他，一是支持他，他在做了他应该必须做的，我就开始这个研究那个自我出版 self publishing。研究了一下，联系了，问了一些朋友，就做了同样的事情，也联系了最后一个澳大利亚公司，他们说应该成立你自己的出版社，所以我们就做了。所以我成立这个出版社是我们两个人的出版社，我也还是用了他们来做顾问和一些人来设计书什么的，出了他第一本小说，所以出他的书是安慰的一种办法，继续出他的书。